那个就是阿侯甲。那他的这个为他的雕像，你们应该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发现，他骑着一只驴子，可是他是背对着，他是面朝面对这个驴子的屁股，他是背对着行进方向的。那为什么他会背对这个行进方向？因为他身为一位伊玛目，这种宗教界的领袖。